阳明山管理局自从今天上午起发动辖区民众整理环境卫生，阳明山市政府的会员在北投公园一带打扫清洁、清除垃圾，为全民整理环境卫生的工作提供了最好的示范。各学校的学生也轮流组成宣导的队伍，在各重要的宣导中心劝导民众共同向脏乱进军。各旅的李局长、李干事等也组成小组，劝导民众维护环境的清洁。阳明山管理局也将从9月1号起实施“你丢我拔”的办法，达到消除脏乱的目的。以及青年自强活动澄清湖野营队，设在澄清湖青年活动中心附近的森林之中，300多位热爱大自然的青年朋友，利用暑假的时间参加了这项有意义的野外活动。他们在青山绿水的怀抱中，尽情的欢唱流乐，每一个人都不怕骄阳，晒着红彤彤的脸上散发着青春的活力，尽情的享受原野奔放的快乐。澄清湖野营队全部举办5期，每期是4天，在这短暖而宝贵的4天当中，他们要睡在帐篷里，自己做饭，研习野外的生活技能，并且从团体的生活中培养领导的才能和团结合作的精神。每位青年朋友都认为这几天多彩多姿的生活留给他们许多甜蜜的回忆，